好，那最近呢，歌手韩庚代言了某个服装品牌，来到了杭州做活动。那对于刚刚拍完第一部电影的韩庚来说，他觉得大武生他非常期待。活动当天，杭州正是30度大晴天，不过歌迷的热情却比太阳更胜一筹。大武生目前已经完成拍摄，这是韩庚触电的第一部作品，同时也是他与吴尊的首次合作。戏里戏外两大偶像男星都拥有大票粉丝，因此他们合作的消息一传出，比较也就在所难免。吴尊拿你和吴尊在这个戏里面做比较，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做比较是很正常，因为毕竟是我们在戏里是演一个师兄弟，所以在戏里有可能做比较的是没有看到戏之前的会有想到你这比较两个人会怎么怎么样，但你真正在戏里去看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最近中国达人秀再创收视纪录，韩庚透露他也是中国达人秀的超级拥趸，其中去年中国达人秀的冠军刘伟更让他心生敬意。以前我看过，以前像是用脚弹钢琴的刘伟，我觉得挺佩服他的。新闻在线杭州报道。